看到了，俄罗斯真的是毛起来打了，一夜之间狂轰82次，主要打的其实都是基础设施，包括了发电厂。基辅的发电厂说全毁了，超过20万人是无电可用的。而且呢，这一次除了火力之外，还有针对的是水力发电，通通一次让你的基础设施通通毁坏。那北约这边呢也开始有所应对了，说战机紧急起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俄罗斯大规模的飞弹袭击，让他们赶紧的希望说能够来帮忙，也要监测一下局势。眼见着瑞士6月说要办一个和平会议，但先前几次会议都没找俄罗斯，现在俄罗斯看起来普京他再一次就任之后，气势不一样了。俄罗斯他们看起来讲说，好啊，你们开会啊，我们没参加就毫无意义了。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现在大家一直在讲说，过往这一段时间你常听到俄罗斯战败啊，俄罗斯的什么卡车啊，或是俄罗斯的车队等等都不见了，或者是乌克兰这边又打下了俄罗斯这边的无人机等等等。可是实际状况是什么？这一回这个人说话，可能我们必须要认真一点看待。他是美国的欧洲司令，他这样讲的，他说打了2年多，就他的观察，俄罗斯的空军只损失了10%。这跟过往来说好像印象不太一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陆军规模现在呢比俄乌冲突时开始扩大了15%，是不是表示他们其实一直的在做准备，要再下一城？因为这些数字都让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说，俄罗斯恐怕会更强大，而且对西方会更愤怒。最后也许啦，是人家10，我们只有一个人被 KO 掉，那这可不可以呢？所以呢，在北约这边，盟国他们开始在讨论，主要要检讨的就先检讨，你美国那个星链怎么会被人家给拿去了？主要呢，就是一开始在打的时候，我们都说乌克兰用了星链系统，所以呢势如破竹。现在传出俄罗斯也用星链，他们后来证实了，说确实好像是有透过其他的关系，包括了黑市等等，买到了相关设备。他们目前呢也在思考如何设法阻止它，而其实不是只有星链而已啊，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系统，包括了讲到了太空竞赛这一段，中方这边呢有北斗卫星，现在这个北斗卫星啊说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 GPS 的主导地位，因为目前在卫星上面呢，它的数量其实已经监控站比所谓的 GPS 多了有10倍之多，卫星呢则是多了大概有1倍，而且很多是发展中国家，其实中方的北斗有在这边发射卫星，然后呢美国的 GPS 在这边反而没有发射卫星，所以这一位俄罗斯的航天集团总经理就直接讲了，就他认为啦，精确度来说北斗已经超越 GPS 了。而至于 NASA 的科学家呢，现在也很实际啦，因为人家就是有带月球这边的样品回来嘛，因为呢嫦娥五号月球样品其实拿回来了有几公斤，那他们现在说呢就可以让大家一起来申请做研究做科研， NASA 的科学家也希望能够研究，所以他们也去申请了，月底的时候就要接受中方评审。可是不对啊，过往你们不是说美中之间在这边不能合作吗？还必须要有所取舍吗？那如果真的中方要让你们来做研究的话，那你们又要怎么样自圆其说了呢？太空竞赛关键10年，一直以来我们听到不管是 NASA 或者是五角大厦，他们很担心的都是决定性的10年会不会真的被大陆所超越，让对方变成了新一代的太空霸主。甚至先前我们也听到 NASA 他们是这样讲的，不能让他先去，因为他去了那个月球就会变成中国的月球。回过头我们想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各方呢其实都在比，但是在战争的场上，这个就是真的比肌肉比拳头了。俄罗斯现在狂轰乌克兰击射，俄罗斯自从他的歌剧院啊，就是音乐厅啊，那么受到恐怖主义的攻击之后啊，那他把箭头指向乌克兰，他自己也逮捕了好几个人，土耳其也逮捕了40几个人，因为有一些人是从土耳其进入俄罗斯，那他们本来要往乌克兰逃，俄罗斯要求乌克兰把逃往这个接应的在乌克兰的那些人交出来，乌克兰没有交，没有交的情形下的时候，俄罗斯就理所当然的认为那就是你乌克兰的情报机构
或是国家安全，或是纳粹主义的这些人所策划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所以他采用的这种报复性的手段，他就似乎我用似乎啊，有正当性了。而他这个报复性的手段其实是要削弱整个乌克兰的总体国力，所以他是完全瞄的啊，对准这些基础设施打。例如说你的整个电力没了，或者是你的油库被重大的伤害，那你的经济的生产，你的国防工业的生产，那就受到很严重的创伤。然后前一段时间，绍伊古又特别带着记者去看他们这种巨大的这种炸弹，是这种炸弹很可怕，因为它可以把整个发电站甚至啊一些水坝都炸掉的这种炸弹，这个威力是很强大的。其实它就是有一种展示的意思。换言之，也就是说，目前整个战局，尤其是夏季来临，土地干了以后，这些更适合坦克装甲的运动的情形下，目前观察就是乌克兰的防线快要被破了，所以泽连斯基是非常的焦虑很紧张，其实已经有点歇斯底里，有点凄厉的喊说救我们救我们啊！只是他不能够讲这两个字，他只是说我们真的快守不住了，那我们可能会输，而且会输得很惨，那你们欧洲你们也安全将不保，那乌克兰败了你们也就没了，这样的一种连结性。可是很遗憾的地方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还是很安静，因为他们卡在国会里面，那现在拜登政府连吭都不吭一声了，那他的焦点又回到了以色列跟这个中东跟伊朗的身上了，那很明显的泽连斯基又被冷落了，欧洲看了美国的冷落，欧洲也冷落了这个泽连斯基，所以只剩下北约的那些没办法起作用的小国，像立陶宛的等这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种小国，他们啊那个道义性的教育较深，但是他们改变不了整个战略的决定权，所以现在总算啊，这个北约欧洲的司令，他美国的司令愿意说真话了。之前从俄乌冲突开始，那他们就开始推动认知作战。这个推动认知作战的时候，就勾结了欧美的西方的媒体，那么一直在释放假新闻，释放假新闻，他们完全是配合整套的认知作战在演，那就是一直把俄国说的多烂多烂多烂，打得多差多差多差，结果两年过以后，大家看到的是完全相反，很多人被骗，绝大部分人被骗，包括在台湾的很多年轻人都被骗，所以西方的那些年轻人都不再相信他们的媒体，其实那些媒体自己伤害自己。那现在的情况，真实的情况是如此的残酷，乌克兰如果再没有得到援助，绝对会垮。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请专家点评。好，我们讲说俄乌战打到现在，可能会进到下一个阶段，因为现在的普丁跟过去的普丁好像又不太一样了，请教杨老师。我觉得现在终于北约的最高司令讲了大实话，大白话。俄乌战争两年的俄国的空军的战损只有10%，这个其实是让整个乌克兰、北约都相当挫折的讯息，这个真实的情况呈现出来。那同时呢，你看到它还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不断的在前进，然后呢，也针对乌克兰的基础建设、能源设施在做无人机的这个攻击。那新的150,000的就是这个征兵也开始在推动，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在俄乌实际上的战场，其实大家都知道，马斯克讲得很清楚，只有笨蛋才不了解，是他讲的。那同时，美国这边要给600亿，这个600亿我们已经不知道讲了600年了，不可能的，因为川普这边就讲了嘛，如果他当选，他可以在短期间之内结束俄乌战争，美国又何必这个时候要去答应花600亿呢？600亿如果发在其他的层面，他可以用的怎么样的作为？而且真的给他去的话，那不再是顺着拜登的意，事实上会造成川普的选举的影响。所以这600亿也没了，大家也慢慢都知道美国所画的这个大饼。你现在回去想哈，两年多前，其实俄罗斯还公开的写信给美国，给北约要求，你就答应不要让
乌克兰加入北约，他就不会打。我记得那一幕，哦，拖了大概三个礼拜，美国跟北约问这个书面的回复，我们无法答应。你不就是邀请攻击吗？在今天的这个整个欧洲，你如果对整个欧洲的这个战争了解的话，所以你在怪谁呢？美国画了一个大饼，告诉大家说，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垮掉，垮掉，垮掉。结果他现在经济的发展比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好，是不是？那你这个时候要再怪中国大陆，你为什么不去怪这个印度呢？全世界只有44个国家跟地区持续的在制裁俄罗斯，它也没有什么效用。所以我觉得要看清楚俄乌战争的情势，特别在台海这个区域，我们不要自己引火上身。是，我们等等广告回来，要请董哥帮我们做总结。节目最后要请董哥帮我们总结。其实哦，现在全世界的战争已经变得跟过去不一样。那你可以参考的就是俄乌战争，哦，俄乌战争最厉害就是导弹还有无人机。很多东西，那他们其实很多哦被掌控的，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些卫星系统，卫星系统它可以啊锁定某一些东西下去打，所以我们在讲北斗哦，那它当然现在是很厉害，只是因为你在台湾媒体看不到真相，哦，那你在台湾媒体看到说很多人开车哦开到水田哦到山上开的话就没有路哦，那都是美国的啊 GPS， 因为它是最老。他大概是1978年用到现在的，到现在的时间已经非常久了，一甲子了。那旧的东西你如果没有及时的更新的话，很多东西就会落伍了。那美国大家刚刚看他现在太空很多东西他仰仗中国大陆，甚至两三个礼拜前他的太空人要下来的话，还要去拜托俄国人帮他载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经费了。美国过去很先进没有错，可是现在很多东西它就很落伍很老旧，所以 NASA 的负责人才会说将来中国大陆会占领太空哦，我们要赶快怎么样怎样，太空早就是中国大陆的啦，我们3000年就派了一个女孩子去那边占领，叫嫦娥好不好？现在嫦娥已经到5号了，开个玩笑。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因为科技本来就是越后面的它越新，它可以补足前面所有没有的，然后再加上去，所以它是越来越厉害。是，那我们一般人哦不知道，因为我们真的在台湾太受欧。